좀 初めて会った時から好きでしたよくあるセリフ私も時が来たみたいとびきりにおしゃれして初めて君を止めり歩けたいこの世界で一番幸せだった私。Good morning， 现在正在排队吃早餐，就是简单的一个饭团，半颗蛋加一碗汤。当然，浅草必看的雷门，现在时间早上8:30左右，就有一些人了，还算是稀疏的状态。浅草寺附近的美食推荐，这家是吃菠萝面包，然后这是刚出炉的，里面加的是樱花冰淇淋。抹茶的话找了这家，超可爱的，最浓等级的冰淇淋 ，premium 的。现在12:00了。浅草寺开始变得很热闹。哇，人真的超爆多。好吃哦，这个抹茶很好吃哎。是这里回收。现在来到的是鱼田公园，就在浅草寺附近。这是车站，他们车站是不能走的。这边樱花也很多哎。旁边这是晴空塔。下雨真的是有点可惜。我们跑来晴空塔逛街了，然后决定顺便在这里解决晚餐。这是第一个铁板烧，第二个是大板烧，第三个是文字烧。做法就是把炒过的料围成一圈，然后把水水的面糊倒在中间，然后再混一起，大概这样就可以吃了。想要固体一点也可以继续煎。然后我们的文字烧有2份，这份我们选明太子口味。这是最后的甜点豆沙卷。再一次雷门，晚上的雷门有打灯哦。Good morning， 最后一天，我们来上野恩赐公园赏樱喽，超盛开耶，人也超爆多。那个蓝色的垫子不知道是不是自由做的，感觉超赞的。这里是吃东西的区域，超日本的。哇，有名的天鹅船在这边，这样拍超好看的。今天中午吃拉面，人超多。这是排了1个小时的拉面，然后这间叉烧用的是鸭肉。沙拉拉，传闻中的 herbs。刚刚买的时候没有看到水果千层，所以就买了草莓蛋糕，好好看哦。不许。
加水。哦，要变成果昔了，开始了。哇，感觉超浓的，耶！第一次东京圆满结束，我会再来的，拜拜。